据台湾媒体9月27号报道，霍建华与林心如大婚受到娱乐圈不少祝福，不过两人还是忙于工作。近日霍建华被拍到手机屏幕裂开，没想到今又被内地媒体捕捉到他手机还没修，让许多粉丝想起早前他上节目曾说过我很念旧的，令人见识到他节俭的一面。霍建华日前在上海时就被拍到手机屏幕碎裂，但今天又被捕捉到还是没去维修屏幕。有趣的是，这让粉丝注意到两大重点。由于霍建华至今仍无任何社交账号，网友笑称我以为男神没拿智能手机，另一个则是让人见识到他的节俭。过去霍建华曾被网友指衣服老穿同一套，他就曾做出回应，表示无法理解衣服为何不能重穿，更说不要以为就是说做这行我们就可以有权利去奢侈，我有权利奢侈的，但我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，我很念旧的，有些衣服舍不得丢。也因此这回手机屏幕还没维修，让粉丝联想他是否认为还能用就无需修，可也有网友怀疑他只是太忙没能拿去。